那今天呢也代表我们今天所有的的表演团队让人员也来预祝来自我们串亭重庆火锅能够呢生意兴隆，客源不断也请大家呢多多帮我们宣传呢哈。啊，你给爹妈打完嘞哈，醋皮给表老定老他哈，来宣传一下。所以呢，在我们开幕期间，我们的每一串的一个呢撸串，通通19块，通通19块。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呢一起呢来到呢我们的串亭重庆锅物，一起来吃火锅，一起来撸串哦！哇、wow。